心，我想吐，我想吐，他好可怕，我的手会抖，真的好可怕，我不会开。哎呦，干嘛？吃坏肚子？过来，我帮你检查。哎，想碰我？先通过考试再讲。还来啊？你有完没完啊？最后一题哦。器官。鼻脏。然后呢？然后你要不要给我一点时间看一下？鼻脏来。处置。用什么术式呢？如果有 Meta 就做 bypass， 看是要化疗或是按您治疗。不想开刀就按您治疗，你这小毛蛋！要是病患坚持开刀呢？不要吧，开刀不见得对病人好，搞不好早开早死，搞不好一堆医纠什么的麻烦哦。你放心，就算出事也绝对不会告你。什么意思？我警告你哦。你的病人不要想要推给我，我不接。那个是我的病历，刘医师，我现在正式委托你担任我的主治医师。欢迎光临，小刘。哎哎！你听不懂我是，我就不喝，我不喝可以吧？我就是不会，我不能，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就是要逼我。你们为什么要逼我？我就是不会啊。我不会。现在遇到好恶心，我想吐，我想吐，他好可怕，我的手会抖，现在真的好恶心，我就是想吐，好可怕，真的好可怕。我不会开，我就是不会开。